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。2022年7月4日，柏联拿获程富贤今夏首签。据天空体育报道，英超升班马富贤准备以2000万英镑价格签下世波廷后腰祖奥柏联拿。这笔交易预计很快就会完成。26岁的葡萄牙国脚祖奥柏联拿将成为富贤今夏的第一笔引援。祖奥柏联拿上赛季各项赛事为世波廷出场38次，打进3球。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，不要忘记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。